靠在窗边可以听到兰达讲话。勇敢一点，我们陪你去找兰达。哎，算了，不要讲了，我们再下去了吧。是啊，大家好，早安，早安，我是刘山峰的女朋友，他只能做到不打扰你，没有办法不喜欢你。你不知道这样会让咪宝难过吗？你喜欢咪宝就去追他。喂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充满力。